没吃饭啊？颠死我了！下轿。落轿。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该死！滚回去！等下咱们去长春宫请兰儿，就回延禧宫去。姐姐正殿里的东西都不许动，得原样留着。好的，主。我们走。站住！郑小在，你做什么？滚开！你不打你，你眼里便没我这个人了，是吗？我是皇上的慎常在。你是常在，我是贵人，你便这般无礼？谁叫你长了一副晦气的面孔，讨人嫌！我再怎么讨人嫌，我也是自前底的时候就伺候皇上的。你伺候皇上？你伺候过皇上几回？皇上还记得你这个人吗？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。无宠就是低贱。主。